七月初九，台北的祈祷三，撒摩尼记下七章二十一节。你行遮的大事，予你的仆人明白，是因为你应允的缘故，也是照着你的心意。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，现在耶和华上帝啊，你所应允仆人甲仆人厝内的话，求你坚定，直到永远。求你照你所讲的来行。愿人永远尊你的名最大，讲万军的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上帝。安尼，你仆人代笔的厝，的确伫你的面前建立。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求你启示你的仆人讲。我的确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安尼祈祷。现在主耶和华，只有你是上帝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你也应允将这个福气赐予仆人。现在求你赐福予仆人的厝，甲伊会通永存伫你的面前。主耶和华，因为这是你所应允的，愿你的福分永远赐予你仆人的家，予伊会通得到福气。有一日，大卫王想到家己是徛伫香柏茶的王宫，但是上帝约柜却是伫会幕的内面，心内觉得真正未好势。所以大卫就叫先知拿单来，甲伊讲伊的想法。拿单就对大卫王讲：“你会通照你的心意去做。”但是迄一暝啊，上帝就要拿单甲大卫王讲：“上帝要赐福予伊，也予伊成做一个伟大的君王，甚至要亲自为伊来建立伊的王朝，赐福予伊的子。”可以的汤为上帝来建筑圣殿，并且伊的子孙要永远坐伫以色列的王位来管理上帝的百姓。大卫听了非常的感动，伊就入去圣殿，坐伫耶和华的面前，向上帝祈祷。大卫王非常的了解上帝的心意，但是伊也有未了解上帝的时阵。就是伊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，但是这毋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就甲大卫讲，伊的心意是要为伊建立一个家。安尼刷落来，咱就看到大卫就无搁再坚持伊家己的意思，伊是为说的上帝话、上帝的心意、甲上帝应允来向上帝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真多的祈祷，会发现到不是合上帝的心意，但是咱的动机要纯正，并且知影那是倒落唔对，就要伫倒落有一个改变。祈祷是上要紧的，就是要用心来听上帝甲咱讲什么话，然后照上帝话、上帝的心意来祈求。咱的祈祷就的确会通得到上帝的垂听，这是咱祈祷由上帝开通咱属灵的耳孔，予咱听见，并且常常按照伊的旨意来祈求。亲友的信主是上帝的心意，但是咱就要不断的祈求，予咱的亲友会通听见主的声音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天父，我愿意凡事照着你的旨意来祈求，也愿意我的祈祷是一款充满着信心、充满着圣灵的带领，来成就你的旨意的一款的祈祷。求主开我的耳孔，听到你对我的讲话；求主开我属灵的目睭，让我看到你的手。在我的心中要成就的工作，我愿意看见每一个亲友都来信主，来敬拜主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
阿门。